大家好，我是航天员陈东。得知第14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开幕，我们在中国空间站表达来自太空的祝福，祝第14届中国航展取得圆满成功。大家好，我是航天员刘洋，我们为祖国在空天领域取得的成就倍感自豪，向为我国空天领域发展付出艰辛努力、做出重大贡献的全体航天航空工作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，我们为你们加油点赞。大家好，我是航天员蔡旭哲。中国航展已成功举办13届，成为展现大国形象、深化开放合作、携手捍卫和平的重要载体。祝愿所有参加航展的朋友们有所得，有所获。